南哥，你说咱这个车能整沙漠吗？我有点刺挠。别骑刀锋，胎压放到 1.0 干就完了。好嘞，先放胎压，打开轴头锁，挂上高速四驱，看看4.5吨重的越野房车会不会陷在沙漠里。进沙漠之前，张哥简单的给我培训了一下沙漠技巧：上坡时不要换挡，到坡顶减速，不要骑刀锋，上坡不要停车，注意水箱的高温。2046没有让我失望，简单的玩一下沙子没问题。其实我心里特别高兴，因为之前一直担心车太重跑不了沙漠，能跑不代表嘚瑟。越野的路上我又前进了一步，下期翻当金山进青海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山路的表现。